有一天，老师分配同学们做分组作业。关于这次的作业，你们四个一组，你们四个一组，另外呢，你们四个一组。嗯，哼。老师，老师，我要换到别组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讨厌跟咪讲同一组。那么，另外两个人你也讨厌吗？啊，不会呀，他们是我的朋友哎。那咪讲对你来说很重要喽？哼，怎么可能？我讨厌他哎。但是其他两个好朋友都留不住你。你却要因为咪讲而离开，嗯，所以它重不重要呢？这能够接受讨厌的人事物，在什么地方都会愉快哦。